谁？好，我、哦、最高分子有两位哦。好了，我们给新人徐富凯来抽了。来，我们来到这边来，镜头拍我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是抽到谁了嘞？原住民，原住民的朋友。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原住民的朋友怎么样？我怎么玩呢？跟大家来讲一下了啊。好，原住民呢，他会朗诵，但一定很深山里面的比较好。经典了，经典了。什么？哦，挂了。哦，我第二句很危险的哦。你不能那么的美丽啊！是啊，老神了。太快，他是进入山里的哦，快一点。因为第一句很危险啊。他第一句就是给我的。什么？旅行，谁唱的？刘若英跟黄立行。你看看，哎呦，很多平地人哦，就是相信原住民。很多平地人会问原住民，哎、欸，那个请问一下，我要去的那个山庄怎么走啊？我在那边啊。那边多远呢、啊？在那边、哦。不会很远啊、哦。很近。我就一走了两天。那边的那边。对呀、啊，你又怎么打针？为什么要用酒精擦这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鼻部喝醉啊，所以给他喝醉。对呀、啊，喝醉就不会痛了，就不会痛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很简单哦，很好玩了，我们今天玩过最后，反正我们知道答案。玩过最。OK， 来对面对，面对面、欸，你们三个人面对面。来。哎、欸，到。陈绮贞跟五月天的阿信唱的。不是，不要再骗我了，我都生气了。旅行的意义。对。到底是不是呢？恭喜你答对了。哎呦，气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这个阶段的累积分数啦。许富凯跟张文琪是14分。鸭子是10分后。Apple 60分。晶晶0分。好，请范仲淹的子弟到中间来。来，晶晶，请助力。来，我们转身。转身，你用推的，干嘛用推的？怎么用推的呢？强迫性很强。没有，我要转身。哦，你有腹肌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你有腹肌，腹肌，来戴上，帮他戴上一下。这有配我今天的衣服吗？亮晶晶啊。亮晶晶。有啊，有漂亮吗？好，好来，请转身。请转身。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保佑我们大家。好。接下来，娱乐事件大会考。金国是由哪三国？哪三国结盟？哪三个国家结盟而成的？是的。好，这个我们应该答。历史课本有学。你刚说好难，你就要一个浅答。我只能用猜的。来，因为我历史超烂。来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厉害了。没有一个对。真的假的？没有一个对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没有一个对，太强了。我小时候用猜的都不行。来，熄灯，请讲答。来，我也是乱猜。德国、日本、俄国。哎呦，你要随便乱猜，猜中两个。真的。你随便乱猜，一个都没猜对。对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是我猜中两个。中两个。那我俄国要换。你俄国要换。不行，不行，要换别人。你要换。你要用什么换？你刚刚讲俄国吗？我刚刚讲俄国。对啊。德国、日本。还有什么？再一个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加油 ，again。德国、日本。字比较长一点。意大利。
哎、欸，什么？你太容易了吧？有吗？太容易感受了。惊吓到有被他感觉到了吗？对啊，你太容易感受，你太敏感了。不好意思。斯坦拉夫尼斯基。神经病啊！来，哪三个？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。哎呦，你这真的知道吗？德法美日奥意英是八国联军。对哦。哎呦。哇！你秀一下八国联军。哇塞，你来这里干嘛的啦？这是我们想问你的吧，张文琪。不，我觉得他可以去当历史老师啊。他来秀发型的，秀发型啊。他来秀发型。每次都剪，哎、欸，他现在已经比较慢慢的比较现代了。他以前都那种羽毛剪这样。这样应该不会再像彩华姐了吧？嗯，不像。对嘛？嗯、像王月姐。好快啊！啊，对，我就觉得跟你很合。哎、欸。好，到底是不是呢？来，请看解答 Visa。Go。哎、欸。恭喜答对啦！因为儿女成为公众人物的新爸新妈，因为儿女，对，我们不是都说靠爸爸靠妈妈吗？我们现在反过来，因为儿女是明星，所以说爸爸妈妈也走红，有没有？哪三位说出三位，请抢答，来 ，Selina。Selina， 哦，谢谢肖哥哦，谢谢肖哥，认爸跟认妈，对，哦，赵又廷。没有不算哦，赵又廷的爸爸超红的，赵四伟大哥是很大的前辈哦。对啊，大家一起。马 Q， 马 Q， 哦，马妈妈，马妈妈，马士丽小姐，马不是，马妈妈。他也是小 S 算了，他妈也蛮红的，徐妈之媳。也算，他妈也蛮红。所以那就是。也算，也算，也算。但是我要以作品来讲的话，都是了。嗯，对，还有比方说。还有宝妈，宝妈，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罗妈妈，罗妈妈，哦，对，还出了书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厉害了，都短算答对了啊，对。接下来这一题厉害了哦，猜猜找别人太丑了，太可怕了，姐，你分别是哪一位艺人？哇，这也太丑了，太丑了，是外国人吗？没有，都是我们华人的，华人艺人，他长得好奇怪，对啊，奇怪，整形失败啊，对。